方将军，发现敌机，打，狠狠的打。是，指挥部命令你们给我狠狠的打。第一飞行编队立刻起飞。日军要开始轰炸了，马上转移犯人，带他去防空洞，快！是是，快点，走，走！快快快走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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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快！来。上车，马上跟黄队长联络，就说我在约定地点等他。快，是是，快点。队员，来，干杯！你的计谋好啊，把小鬼子给蒙了。这次日本人来了50架飞机，被我方击落拦截了21架，我们损失7架，干得漂亮！杰夫，您过奖了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大伙的功劳，也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成果。嗯。哎，什么？混蛋！怎么了？刘处长把王参谋给劫走了。万一他们落到研究室和日本人手里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得把他们找回来。一定要抓住这两个败类，不能让他们跑了。快点！好。侯部长，黄队长，情况怎么样？好消息，接到电话，人已经救出来了。太好了！如果王参谋能指认秦克元是共产党，并一直跟方坤有联系，咱们可抓到了一条大鱼啊！黄队长，这回你可要立大功了，但是你别高兴太早啊，一定要把人安全的给我送来才行。您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。接应地点在哪儿？啊，桥下。
别急，说好了的。。往哪个方向跑？朝那个方向走了。好，你带上你的人，抄近道，一定把他们截住。是，跟我走。他们来了，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这不来了吗？走。原来是龚上尉来接我们的。我不是来接你们的，我是来送你们。送我？送上西天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开车正好路过这里，听到这儿有枪响，我就过来了。哈，这么巧啊！